画恐龙就像那个侦探破案一样，拿过来一个不完整的一个标本，通过整个恐龙的家族谱系去分析它的血统，找证据去凑齐它之前的模样。我叫赵闯，是一名古生物复原工作者。其实要是宽泛来说，现在不存在的动物都叫古生物，就最有名的恐龙。真正要是做古生物复原的，要学的东西还是很多，外语得学，要画复原，找文献，大多数文献是英语文献。最主要的就是比较解剖学，因为大多数化石都是呈现着一个两根骨头复原成那个生前的样子，你必须得经过复原肌肉，在复原皮肤这么一个过程。重中之重就是对恐龙要有了解，比如说一个恐龙爪子伸出来，这有几根手指头啊，你大概知道有几根手指头，那每个指头有几根关节，绘画这块得学，画的功夫得跟得上，你如何在一个没有参考资料的前提下画一个写实的东西，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尤其是恐龙啊，身上需要有大量的鳞片去表现，对于美术来说工作量是特别大的。一切源头是小时候的喜欢。那小时候小孩时间也多，现在想想那个年轻时候都是精力旺盛了，那会儿就收集各种恐龙的资料，甚至自己当时画过那个恐龙的图鉴。那年是大二吧，我在中科院的 BBS 上发过几张当时画的恐龙，那个汪小林老师就看上了，还说哎，这小孩画的还可以，看这个小孩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画一个复原图。哎，这个有这活儿好啊，画呀。中间过程无数遍过程，毛太长了，皮膜的形状也不对，牙齿不对啊，然后反复就改好多遍，最后行了，这是一个开始吧，就算是就这么进到这个行业里。一辈子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给做明白，把一件事做好，我挑其中几件东西给他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One of the things I like about Zhao Chuang's style and stuff is that first, the way he does his drawings, because if they're digitally done, they can be changed very quickly and modified very quickly. That he can make things very realistic as well, so that the animals, they don't look alive. 反正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降低这个恐龙的热情。这个古生物复原对于整个自然历史的演化，对于我们在这个星球是一个什么位置，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事情。